韩国在6月13日举行地方选举，而在8日事先开放投票之天，就有许多 idol 来参加。Wikimiki 的秀娟和 Ellie 成年后首次来投票的他们，表情显得相当雀跃。사전투표를하러오늘왔는데사전투표는어디서든지할수있는거니까요여러분들도시간을내셔서한번씩소중한한표투표해주시면감사하겠습니다저희도네열심히하고가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而这天出席的还有男团 ASTRO 萌女 Lucky 这天也是成年后的首次投票네오늘부터내일까지이제사전투표기간인데 어디서든지가까운곳에서여러분들투표하실수있으니까여러분들의소중한한표꼭행사하시고그리고저희도오늘참여해서소중한한표하고올테니까여러분들그리고혹시나오늘아니면내일못하시는분들은꼭13일에는꼭소중한한표부탁드리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大家真是最佳宣传大使呢